中信国际电信集团亚太领先的中立国际电信枢纽，提供包括移动、互联网、华音、数据中心、企业服务在内的综合电信服务，深耕 ICT 领域20年，连接全球600多家运营商。中信国际电信正全面向移动和互联网方向转型，致力于成为互联网化的电信公司。数据中心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最新发展趋势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聚合效应突出，市场潜力巨大。中信国际电信集团将通过中信电信大厦 CTT 整体收购和改造，进一步发展数据中心，拥抱时代机遇。中信电信大厦 CTT 采用 T3+ 国际标准建设顶尖数据中心，彰显地理位置、机柜规模、机房设施、网络连接、服务交付、集团协同等全方位优势。CTT 位于香港的地理及物流中心葵涌，坐落于香港两大数据中心密集区域之一，交通便利，更具独特的差异化区域优势。中信国际电信已经专业运营数据中心业务超过15年。CTT 数据中心现有2层，提供800个机柜，客户主要为金融和互联网公司，出租率超过90%。在完成整体改造之后， CTT 将成为单一用途的数据中心大厦。机房范围扩展至12层，提供超过4000个机柜，进入香港10大数据中心前列，并将成为香港西部最大的自治物业数据中心。CTT 设施能力出色，承重高达16 kPa， 机房层高超过5米，并拥有配套办公区和商务支援中心，是设立数据中心的首选配置。CTT 数据中心布局科学，通道宽阔，配合云计算发展趋势，支援高功率密度部署及大型设备直接进场安装。CTT 采用国际先进的 T3+ 标准部署安装各类机电设施，充分保障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数据中心内运行环境的稳定性，安全可靠，绿色环保。CTT 为运营商中立机楼，香港主流7家固网运营商均已接入。中信国际电信自有本地及国际环网，亦以连接香港主要的数据交换与互联中心。CTT 拥有 HKIX2 连接世界一流网络商，为客户带来4通8达的网络连接。CTT 保安严密，严格保障客户系统的安全运作。中信国际电信全球网络枢纽及服务运行中心 SOC 亦设于大厦内，多重保障各项服务的可靠运行。CTT 数据中心和中信港岛数据中心形成香港双数据中心独特优势，配合集团亚太区的云数据中心以及母公司中信集团信息网络板块天地一体的强大实力，为客户提供便捷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中信电信大厦 CTT 数据中心因应时代发展，多重优势汇聚，必将成为香港 ICT 领域新地标。中信国际电信与你携手，打破时空局限，共启时代新篇。